哎呦，有机会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两个大脑袋，哎呦，两个巅峰大脑袋。感觉看他没有什么，像他的血量有330万，一条而已哦，一条血量330万。我可以看得到其他队友的血量吗？我看不到。好像看不到的样子，只能在那个……哦，11000。你的血是被打到损很多吗？11000。好，我要挂了，我要挂了。看看谁拉你起来而已，不然你就要花这个东西。左边是离开啦，脚死掉的话，你左边是离开，右边就是要花一个东西。白痴。红玉就没有在那个区圈里面。哦，打这个一定要用那个方向盘控制呢，不能用滑动。布拉迪会卡到哦，这怎样？我躲了，这怎样？你扒了吗？没有，我还稳着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打赢耶。可以啊，里面有两个巅峰大脑袋啊。没柳树吧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觉得我发现其实没有到那么的。因为有两个巅峰大脑袋啊。感谢两位大佬带我飞。380万，我挂了。哦，我看到你们很多人躺了，等一下。右下角。可是我们现在手停不下来。难道我这样死掉的话，我也会获得？你在哪里？有人在救我了。哦，好。不对，有伤害。不要挂了。这个是真的有点伤害的。哦，他的血量剩下一点点而已。好像救不到你。因为 boss 就在我旁边。这个位移技很重要呢，不然你没有办法躲招呢。你有拿到东西吗？他说已完成。对啊。可是要救起我才可以捡东西。好。等一下。来。有了。有。获得爪了。哦，他这是拿到另一个巅峰的东西啦。不是巅峰，那个。对啊。Oh. 就是那个，对啊，就是这个。啊，已完成就这样有啊，没了，刚才讲完，完全没有任何奖励。然后来铁匠这边。然后我打开了一个新的雕像啊。全部精炼，然后获得地狱火焰渣，然后能干嘛？这个是增加攻击物理攻击的，做卡。然后我们拿过了一次奖励了，好像我们只能就是获得那个岩渣，就是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排就是拿岩渣嘛。你打开你的那个骨甲，
它叫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打开骨夹这边。对，然后这个你要升三级，三级之后你下面不是有那个还没有开启的吗？开启之后可能它就是放了那个爪。哦。哦，我可以放了。哦，我可以放了。你去升级一次我就升可级以完放。了，哦，然后这边点骨夹嘛，按下去。对，然后它就会开启了。开启了，哦，然后你的爪，你就看到你的爪了。哦，我懂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然后你看哦，它有那个10%，对，它是加攻速的，对，然后它是挑可。战秘境的时候可以用，所以挑对，战秘境它这样就直接你加。看得懂哎，不用我翻译啦。对，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那还不错，那还不错。哦，这个是，所以就是这个算是什么研磨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到底要怎么翻译这一只。他的翻译叫岩旋拉塞尔。你是傻小哦，没事。然后这个系统叫做地狱骨夹，它的翻译就是你的左上角的那个英文，它的翻译叫地狱骨夹。Fine。